點樣？最唔識驚嘅，9歲10歲嘅時候啦，暑假就俾爹哋媽咪送咗去可蘭島特訓，22歲到就去咗菲律賓40日，就考咗個潛水教練咯。即係唔好俾自己嘅恐懼阻礙咗自己，驚冇問題噶，照做，做完之後你咪唔驚咯。我係 Honey 何詠卓。